且真的很优雅。OK， 正前方麻烦弟弟。好，左方稍微看一下下。我刚其实好想让他们用娃娃音说话，可是我担心他会那个跟台下会杀了我。想说阿光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是刚看到好多弟弟粉丝那一瞬间，我突然那个小女孩的灵魂就会跑出来，因为真的好可爱，好细心哦。不过呢，当这个弟弟跟这个好多弟弟两个人一起合影啊，一起亮相，感觉真的很棒。所以希望这个那子能够呢，找到更多更厉害的代言人，然后找到更多更厉害的这样像好多弟弟这么厉害的重量级嘉宾，来跟我们这些女神呢，弟弟节目间可以实时的互相交流一下。好，稍微再转一下下吗？好，裙摆摇摇，左边右边抽一下。